上的那个其实不是古堡，是一个修道院。这一片上面的一片白色都是它的一个院子。今天这天气是阴天，阴天的话其实有不同的漂亮。你看这个水打出来很暗，这样显得这些白色的东西都特别的胖。远处是另外一个桥，这个城市大概是被四座桥连起来的。